人家，我我是四三年一九四三年的属羊，八月十五号，四三年属羊的是吧？小道萎缩，行动不便。四三年属羊的，哦，老人家有一个年纪大的，就是女人，就是一个像，就是跟你差不多年纪的，你的太太还活着吗？ 活着，还活着是吧？有一个年纪蛮大的，但是呢，这个脸呢是有有点圆圆的，头发往后梳的一个老妈妈，是你的妈妈还是你的就是丈母娘啊？妈妈，妈妈是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脸胖胖的，鼻子蛮大的。是的。我应该怎样？你知道在哪里呀？不知道。就在你的腰上面。 他的两条腿就缠住你的两条腿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所以你的腿现在不能走啊！你赶快要给他超度的。哦、你以为来了三条腿，你那两条腿就会走了？嗯、听得懂吗？听听好好念经修心啊！我我女儿给我布置四四十九遍大,大悲咒啊，九遍心经啊，二十一遍准提神咒啊，啊就这点。 就这点啊？你礼佛为什么不念啊？礼佛念了念三遍。三遍。你知道吗？你年轻的时候犯口业啊。听得懂吗？老人家，你脾气很倔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嗯。那庆如台上没事。那庆如台长。我应该怎样？好好念心经啊，不开智慧呀、啊。心经是开你智慧的，听得懂吗，老人家？做了几个官了，不得了了。 官又不大，七品芝麻官，车间主任。我我当过几间校长，看见了吧？当过校长，这个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啊？一千，一千蛮大的嘛，好像不小嘛，这个这个、这个官。<laughs> 好了<啦>，<的>老人家。我要百度我要 做都是小房子？什么？小房子要做。小房子，你一共要念二十七章。好、哦哦、好吗？好老人家慢慢走啊。哦、你现在，哦、你现在台长看到的是你的右腿不好<对>大于左腿，听得懂吗？啊、哎，所以你的右腿对不对啊？啊、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尊敬的卢台长，刚刚我爸爸问了您，他还有那个膀胱肿瘤是恶性的。啊 然后，<吧>还有前列腺增生和糖尿病。嗯嗯嗯嗯嗯，前列腺增生是吧？嗯、糖尿病是吧？他糖尿<太>他糖尿病很长年份了，<太>很厉害的。是是是、嗯。我告诉你，他的眼睛现在也不好。是是是。嗯、他的糖尿血糖病血糖是二十五点四，非常高了。要命了，二十五点四，不要说血糖了，你就是天气的话也有点偏热了。 听得懂吗？懂你叫他每天走路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、啊，感恩，感恩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点，<早>小姑娘，你不要去贪他，他有一点存款的，<laughs> 台长看得出来的 <laughs>。是是是。你要叫他把存款拿出来。放生。哎、啊。放五万条。 把他的存款全部给我放生放掉！你看看他的腿站得起来站不起来？老人家现在台长给你加持过，你把右腿踢开踢开来给大家看看，这这右腿踢高，呃呃，看见了吗？高不高？看，感感恩菩萨，舒服不舒服啊？又不是我救的，观世音菩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哎，这就对了，好啦。 换人换人。另外，告诉告诉台长一个好消息，我女儿现在不满六岁，然后现在已经能够自己念小房子，念了六张半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能够背大悲咒、背心经、背准提神咒，<钱>还消灾吉祥。这些前世都是，都是修行人呐、啊，多少修行人呐、啊？你以为坐在下面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前世没修的？你们说你们有修了？ 所以金饰一定要更加好好的修，那么你们觉得这个金饰就可以上去了？还待在这个世界干什么？不是叫你们现在就走啊！感恩台长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哎，不能挤了啊！你们这么看，台长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看不完的，没人陪你们的。台长你好。你。